大家好，我是 Chelsea。您现在收看的是 Chelsea Teach Chinese 的特别版，睡前五分钟，听 Chelsea 读一段书。今天要读的这段书是出自于中国非常著名的现代文学家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故乡》。这段书主要讲的是鲁迅在隔了20多年之后重返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并且还提到了他小时候的玩伴或者说好朋友润祖。今天的书 Chelsea 只会读一遍，如果你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可以重新倒回去再听一遍。好啦，那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开始吧。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2000余里、别了20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开始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棚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素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20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家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一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8岁的侄儿红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红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需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想办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是的。”还有润祖，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秘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相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的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好了，今天的书就读到这里吧，夜深了，该睡了，晚安，好梦。